大家好，我是 Walker。今天社群日还没结束之前，要赶快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就是我今天抓的色尾快龙不是流星群哦。那你们抓到色尾的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因为时间过后，不是流星群的色尾就不值钱啊。那我现在抓到的是，我把它转用卷转一转，也是转不出流星群。那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呢，提醒大家两件事。第一个呢，你在进化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在活动区内哦。我觉得一定是我的那个进化的时候不是在活动区，所以它进化的时候就不是流星群。那第二个是活动结束前你一定要进化完毕哦，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呢，流星群就不见啦、啊，你就又是一个可能逆鳞啊，或是破坏光线什么的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直播时候进化的影片，那可以发现最后它进化完成是破坏光线哦，而不是流星群。这只是刚才的色尾 IV100。哦，色尾都会闪闪发光。最后祝大家今天都色尾满满，如果喜欢的话请订阅和多多分享哦，希望大家都是正牌的色尾快龙哦。